一米吗？好，那个也一米，帮忙播吧。爷爷，一米能不能接我的小鸡吃吗？这你们这太大，用来打碎也得吃。哦，打碎不是成黄油吗？啊、嗯，不成，打碎了它好腌着，只是太大腌不下去。哦，是的。嗯。你们两个在这剥玉米啊？把爷爷奶奶剥玉米是吧？剥吧，爷爷奶奶让这玉米到时候喂成小鸡，喂大了小能吃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帮奶奶剥玉米的呀，你真棒！我问爷爷，我问爷爷，我玩呀。好，你剥吧，我做饭好不好？那玩呀。啊。你看这个蜗牛搁这睡觉呢，你看见了不，瑞瑞？看见了。啊，咱给它摘掉它这个老嘞。看看哪动了，我试试。咦，不容，拿不动。哼、嗯，里边拿不动，这又真大。太大了。是的。奶奶。哎。我刚看了两个嫩南瓜啊，那个跟这个似的啊，那个不太嫩，那个人家这皮像发黑的，人家这一个看见没？那这一个可以吗？这一个还有点老老的，人家发黄的，看见了没？哦，奶奶，嗯，这里还有这个南瓜，还有那边那个南瓜，我们那你也都了了，我们要不要把它都带回家？就要再长几天，它不是说黄，这长得黄了，咱再带回家。好，嗯，那么走吧，走。将这个嫩的摘回家，等会咱晚上吃。妹妹，小鸡可不可爱？可可爱。小鸡不饿。咱鸡蛋没长大的，长大咱再吃啊。好，下次炸鸡，给我做一个炸鸡。好。炸鸡，炸鸡，我老师炸鸡。炸鸡等会儿咱做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要鸡鸭呀。你是啥呀？我要鸡鸭呀。我给你做炸鸡，今天你的任务就是负责看好妹妹哦。好。今天妹妹有人玩嘞，以前都她自己玩的，看不好。嗯，我明白，白玉米好不好？好吧，走吧。你们玩烤玉米，白玉米是吧？不是，看小鸡的。看小鸡的哈。把鸡给它剁成块，先把这个鸡屁股给它割掉。先把这个鸡给它分解一下，待会儿炒剁。今天我们炸鸡，再准备点其他的。炸个菜卷儿，然后我妈还发了面，说给我们炸油条。这是刚才我妈和瑞宝在屋后，摘的老南瓜，一个嫩的，还有一个这个老的。这个嫩的，待会儿我们炸个南瓜丸子，老的我们炸个南瓜零食。这个大的我们就不用了，这是我妈这个喝稀饭，然后剩下的这一块，用那一块就够了。
他云云的那个南瓜吧处理，把这个油角的那个馅给他切切。中啊，俺自己的韭菜还带来菜角儿、油角儿。切开看，把里面的瓤我拿挖出来。这你和奶奶摘的南瓜，给妈妈帮个忙去上厨房拿个勺子过来。好，好，去吧。这里有一个勺子。哦，好，没看见妈妈。好好，可以了，放下来。帮忙，你会呗？会。拿着这里，拿着勺上切了老南瓜，待会儿给它蒸熟。切成块的嫩南瓜皮都不用去了，直接把它擦成丝，待会儿撒一个南瓜丸子。放点盐，杀杀它的水分。叫鸡蛋粉团也加进去。加盐。南呆。胡椒粉。鸡精。放点小麦香油。老南瓜上锅蒸熟。今天我们要炸油角和油条，这边我妈和了两种面，一种是这个烫面，炸油角的面，还有这个炸油沫的，这个炸油沫的是发面。这提前泡好的盐水，盐水再给它加进去。赶紧躲进来。我们这边又下雨了，弟弟又穿上鞋子，不喜欢在雨里边玩，干涩。慢慢的，我们移过来的。还有猫咪给你玩什么呀？下面我们把鸡块腌一下，放入切好的葱姜蒜、洋葱、花椒，放生抽。盐、胡椒粉，加一勺难得调味料，加一勺生粉，放一点油，
南瓜蒸熟了，下面把它处理一下，做个南瓜小零食。南瓜倒到盆里，趁热加适量的白糖，趁热把南瓜压成泥儿。放上糯米面，把它调和成面。南瓜上完水了，把这个南瓜稍微给它挤一下这个水。用刀再给它切一下，切短一点，再加点胡萝卜，打一个鸡蛋，放切好的葱、姜，加盐，难得调味料，放入面粉，放两大勺淀粉，接下来下手把它和一下。菜和面和一块，能够挤成丸子就可以了，到时候下锅给它炸一下。和好的南瓜糯米面取一个面团，给它揉成圆球，给它滚上面包糠，油热，我们把这个裹好的糯米球给它下锅炸炸。炸熟了，捞出来。接下来我们来炸这个菜丸子，一个拿一个哎，这个行不行？这个吃，这个硬不硬啊，管理？咦，公园的，这个是甜的，来尝尝这个。你看，这个是南瓜糯米球，是吧？里面是南瓜馅的，是不是？哼哼。好。但是南瓜就不好玩。南瓜就是让你吃，要用玩吗？嗯。要拉屎的吧？拉屎的糯米做的。挺好吃，你想啥吃都吃。早饭天天的得味。是的。咱洗洗吃，洗洗吃菜。吃啥龙？咱喜欢吃菜。胡萝卜是吧？我尝尝菜丸子。嗯，这菜丸子。好。吃吃吃吃。还在一起摘的南瓜。嗯。给奶奶一个。好，谢谢。太热情了，俺热情的很。嗯。还
慢慢吃，绝对绝对。你说那个，你说那个，啊，你们那个抓了桶水。我这吃蔬菜还吃上人吃进去的。下面我们准备炸油条嘞，俺妈炸好的面在油菜嘞，快来吧，快来。油条，姨姨，你吃完油条了？哈哈这是油条，油条，姨姨，这个合适你。喵喵，咬不咬？我嚼的有点软的，哈。喵。人家炸油条香不？香。香。好吃吗？嗯。还有谁拿过来？来，你把这嚼的是卡子卡子的，你要吃软的还是？嗯，这样子，对，这个凉的。嗯。嗯。这是嚼的，俺有时候软的，我嚼的，它厚的都是软，辣的薄的都嚼，嗯，酸的薄的都嚼，盐味重吗？重可以香。嚼不嚼？嚼。嗯。咱们油嘛打的不错，给喂口。还是油多。老早做锅吃的油锅烧好啊。放心吧，帮我端一下上锅。叫这个菜叫它下锅炸熟，油条炸好了，我掰开给孩子冷一个，里边热。好，嗯，好好吃。啊，还有一鸡蛋水粉条。我吃点啊。奶奶搁屋头搁的咱韭菜。哎，掉掉是少掉了。奶奶包的少太多了。这你多点包多点。嗯。奶奶，嗯，这个快上中餐，饺子还这么好，再吃两天都不敢吃了，这还有再吃，嗯，还能光再吃一天，他吃了一天能，对。还有力不能天天干，对，咱回来粥喝喝啊，啊，回来粥。这秋天韭菜都有油味儿，中没？中啊！
块，这边我挑了一个面糊，有那个淀粉、面粉，还有鸡蛋、水，里面加了个调味药，根据自己的口味调个味儿。待会儿把这个鸡块给它裹上糊，就可以下锅炸了。腌好的鸡块放入面糊里边。把鸡块裹上面糊，炸好了，捞出来。鸡块也炸好了，外酥肉也挺嫩的。这咱这国庆节里，咱多炸点，炸多呗，还下了油。对的，嗯。咱鸡最后的尝尝咱鸡。啊，都可以，咱这想吃了咱溜达。嗯，婶子。怎么样，这是？那个，走吃了。尝尝那里炸鸡块儿，是不是？妈妈，哎，就咱们住的炸鸡和炸鸡店呢，也味一道，味一样。吃吧，炸鸡让你吃到最后，没事吧？小骨头上的肉哈，肉嫩不嫩呀？给，再给一个。妈，哎，这吃也太认真了吧？对，妹妹吃的仔细，你说你俩都吃的那仔细。那咱要全是海鲜肉，都吃的津津有味。吃的仔细呀，嗯。多吃点这个炸鸡，好吃啊！你也多吃点啊！这就是今儿炸那个鸡子，口味儿。是的，咱天天吃点肉。你看我。俺吃的津津有味的，是不是西西？嗯，俺是。妹妹还没吃饱哩，妹妹咱吃到最后，好吧。哥哥吃饱了，你吃了没煮，你也饱了啊。他反正干，挺好干，还有味，不能干不能干净。嗯，俺老张你说的。你是不知道那一刻吗？你的姐姐我都得吃干净点儿。你懂那一刻啊？